沙漠中的考古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随着核心工作的临近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也来到小河。现在，小河墓地已经完成清理工作，整个墓地的概貌基本出现在了人们面前。 这就是小河墓葬，一种看上去像是卧于沙土之中的一只只小船，静静陪伴着他们的主人。经过检查，人们会见到这些棺木上面覆盖着全是生牛皮。它这个牛皮看得出来呢，应该是它举行一种仪式埋葬的时候，完了以后呢，整个弄好以后呢，牛宰了以后。 的当时负载当时负载当时是皮的吗？揭开牛皮之后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棺木盖板上存留的牛血印记。如此聪明的手法，使棺木保存如初。那么，这个像小船一样的棺材里，会存有多少人们的期待？ 超出人们的想象。这位静静地躺在棺木里，被考古队员称之为“小河公主”的年轻女子，神态美丽，面含微笑。她头戴毛毡帽，脚蹬一双牛皮土靴，身裹毛织斗篷，并别以木质别针，以一种朴素而又美丽的装扮，安度着她在沙海之中的沉睡。 就算神秘莫测的罗布泊一样，小河墓地出现了太多让人无法置信的东西。当你注视着那位3000多年前的女子时，也许大家都会认为她睡着了，带着一丝微笑，她沉寂在了梦乡里。那么，这位在沙漠里沉睡了数千年的人，他将告诉我们怎样的沙漠？